所以当时就因为已经开始举办德钢的成果展，这些作品拢是来自德钢创新设计人才跟一班客官的双手。虽然赛事是无出产德啊，但是这个思维在阮家吼，已经有足侪基础，要继续加，吼，继续个发展。在地区过去有真侪人重视德钢加工以及德钢加工，不过这项产业却是愈来愈罕见。因此，雷阳文教基金会含草屯的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合办人才育成的一班，希望能找到在地过去的传统工艺。那家班吼，你加一个生命力啦，加一个美学看法啦，跟阮一平同的无同款，才有真侪了在地的特色。那家班吼，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讲。咱个技术啦，吼，甲迄个设计啦，甲放个地方，啊，让地方佫家己慢慢仔发展出家己有家己特色个迄个一个在地文化。这个作品叫做《梦幻的葵》，是来自一位客官的双手，而且伊是德山人，率愿意到沙里来学，让人感受到伊学习意愿。以前从事竹艺、吼装置艺术跟装潢已经大概有十来年，然后想说，因为以前那种都是比较粗重的。好大面积树大自美的感觉，我想说转换就是说做作品跟教学路线，然后借由这次西螺有办这个，能够就是你有兴趣的又可以传承这种机会，想说再对竹编呢做更深一层的了解。另外，这名学员本身就是花材中学头家娘，因为真喜爱求新求变化，所以来这上课。这次伊所设计这项作品，相当受到老师的肯定。当我全部每一只每一只都做出来，二三十只出来的时候，放在地上，我这样一看，这个直接这样把它弄起来，我觉得就是很好看。结果大家同学就跟我讲说，其实这样就很好看，是一个艺术作品啊，这样就很漂亮啦。好，那我就顺着大家的意思下去做这样子啊，结果做出来，觉得自己也蛮满意的。经过三个月指导，这学员拢完成了主题作品，而且部分设计真受到老师鼓励，欢迎民众前往参观。记者李平安采访报道。